这个问题可能有问过很多次，但我还是不会记得。他就是对自己的员工如此不熟悉，他根本不 care 自己的员工什么时候出配信，因为他连我的主题曲都不知道。确实，我的 OP 生。各位观众，我是宇。我们今天邀到了一个蛮特别的来宾的。我是汉斯。汉斯不会这样讲话。哪有、欸？他会这样讲话，他会这样讲话。没错，我现在竟然要邀请我的前工拍片，我刚刚还在那边塞那个摄影机、手机卡。你们知道这些以前都是谁的工作吗？都是卓一在做，对，然后今天都是我在干，好爽，我在旁边笑得好开心哦。员工在的时候不拍这类型企划，员工一走就拍。今天是来干嘛？今天是来争夺电脑萤幕的，因为卓一在我的认知中，就是你蛮缺各种电脑配备的东西的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今天只要你赢我电脑的萤幕就送你这样子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送到很破的萤幕之类的？跟你讲，跟你讲，今天我们的萤幕是这个 Mag 274 QRFW 电竞显示器，这台不得了。很强哦，应该是目前工作室最好的萤幕了。你说包含你的吗？对，包含我的。好，各位，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试用一下我们这一台 Mag 274 QRFW 电竞显示器。这台拥有 Rapid Boost 180Hz 更新率 ，ENS 反应时间 ，Rapid IPS 面板可以得到画面上更快的速率 ，WQHD 2560×1440 2K 解析度。我的萤幕都没有到这样的程度。这么好的电脑萤幕是要送我的吗？赢了就是。谁赢谁输还不好说。93% Adobe RGB 95% DCI-P3 123% sRGB 的色彩表现，不管你们是玩什么各种三 A 大作，像是最近艾尔登法环的 DLC 要出了哦，那个画面呈现感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看最近有新出的一款游戏《咒术回战》的表现，因为《咒术回战》这款游戏里面那个领域展开，我觉得可以看看说它领域展开表现的画质如何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用玩那个《咒术回战》战华乱舞，它画面真的是比我画面好多哎、欸！哇，这个你刚在摸哪里？我刚才摸没有啊？五条悟啊？哪里？而且萤幕本身还会有自信同步的技术，没错，跟魔虚罗一样可以适应。哦，哇哦，它不会卡顿，然后也不会有撕裂。你有看到后面那个草动的有多夸张？对啊，那很浮夸、欸。下接，没到，我被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快跑，先跑再说。奇怪、欸，大家瞬移过来。哦，你用脸接招，我的天哪！没错，故意的。哎，这就不是故意的了。了我数了，去找五条悟帮忙好了，打一股油袋。哦哦哦！哇哇哇！是校友姐的，连手打五条，你们看这流畅的过程。我之前我用电脑看 OBS 的时候，其实我画面都会有点卡顿，没那么流畅。欧卡斯特伦，哪里啊？我被开到大姐了！哎呀，完了！然后对方领域展开给我们看了，各位你们看这个细节，这个画面，哇哦！哎，这真的，哦，这真的处理很好哎，换成五条悟好了。欸，其实刚刚打下来的话，就是它整体的，就是流畅感非常好，动画演绎它的细节都有做到。我知道五条悟跟夏油杰，我们是最强的，因为五条悟可以领域展开，我想开个领域展开给大家看，如果开得到的话。如果开得到的话，妈的妈，机器够远我就赢了。好，来，咻，哦，嘿嘿，打学生我最会。来来来，再来，我就用这一招就赢了。来来来来。No！ 哎，完了！先踢他，先走！你给人打药。No！ 哎，可恶！哎，快跑啊！不行！哦，最大！水妖 Ben！ 来 ，Ben！ 哎嘿嘿！赢了，谢谢。我的领域展开。简单打赢，给大家看一下画面呈现，就是极好，真的是极好。然后除此以外呢？你可以躺着玩，上下左右，没错，它可以左右转上跟下，给大家看，前后也可以。对，你看看，这样就可以干嘛？可以当作聊天室的荧幕，真的是不错呢，真的是不错。注意有没有行动啊？先给你看一下奖品的部分啊，但是你要赢我才用啊。未来就是我的那个荧幕了吗？哎，先赢再说啊。那我们接下来比赛是这样的，我们来看谁比较了解彼此，毕竟我们合作了5年。你先，我先吗？你是那个客，所以你先。OK， 来，请问我赢差几岁？这问题还要想，这是最简单的了耶。2岁。真的答案是0。我怎么会比你小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了吧。哦。这个问题可能有问过很多次，但我还是不会记得。他就是对自己的员工如此不熟悉。来，换我问，我现在频道的订阅数是多少？57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答案。你也不知道吗？对啊，等一下。
哦，五七。哎，听到什么吗？这是那个荧幕倒下的声音。你听错了，那就你应该听错了。我最后一部帮你做的封面图的那一部是哪一部？是 Toys 的影片吗？正确答案是八八。是什么 ？FF12 的影片。哎呀，我频道最高观看的影片是哪一部？来，答案是球球这餐。球球这餐答对了。耶，两分。来换我，请问所以在职最后一天点了什么食物？我妈要拍片哦，我就给你提示。哦，好了，你写注音也可以啦。对，我真的要写注音。哦，咬鸡。正确答案。哎呦，我好懂我自己。我昨天起到这边就觉得，哎，前面两个他可能不会记得，算了。对，然后这一题一定会记得，确实。再来换我，我最喜欢的男性声优是谁？金叔。哎，答对了，对，金田健次郎，这也是送分哦。田卓义去年连续看了一年的动画是哪一部？没错，我看每天看，看到连马丽布朗老师都知道在看。没有，马丽布朗老师自己也跑过来看，好不好？那再来，我最喜欢女性声优是谁？来，我猜战场员的声优。战场员声优是谁？斋藤千和。哦，不是，早见沙织。我前阵子还有去他的见面会，没错。请问我在你这边工作的时候，花最久时间绘制的成品影片是哪一部？哦，我知道，这个很简单。因为我真的很担心你到这边都不对，所以越说越简单。TRPG 的。正确答案。没错。我画多久？我们有个系列是 TRPG， 他好像画两个礼拜吧。哦，一个月，这么久。扣除海贼王，我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？还要先扣除海贼王。我超最喜欢的作品，你一定会写海贼王啊、哦？是哪一部啊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这种哦，最强学生会长不是，是命运石之门啊？对哈、啊。请问卓一在离职之前，佩比到底欠多少钱？我真的不知道，4200块。4000零96，零就十六块。哦，对了对，我还有一那那那那那没算。我有算啊，我算啊，加饮料。我最喜欢吃的甜品是什么？花生卷冰淇淋。答对，是人都知道。是人都知道吗？没错。请问，所以 FGO 最喜欢的女角是文熙，那最喜欢的男角是谁？我的 FB 头像就是一个提示，好不好？哦，那我好像知道了。给太多是不是？我给太多是不是？爸爸，为什么是大卫？绿色头发。我有点忘记，对，绿色头发。没有没有，库芙琳。库芙琳，那你头像那个是怎样？库芙琳 Lily 的他的狗。我近期最爱的兴趣是什么？答错，答对了。好遥感哦！我太好猜了，我这个人。来，请问卓一最喜欢的马娘是哪一个？东海帝皇。错，那个木白麦昆。以下哪一个番我没有追过？选择题是不是。这个蛮难的。选择题吗？对，有没有选择题？A. 迷宫饭 ，B. 葬送的福利院 ，C. 药师少女 ，D. 独自升级。C. 药师少女。答对了，为什么你知道？这个你没有讲过的时候我在猜，但是以你的调性，我觉得因为它够热门，所以你会去看。你可能不会看到全部，但你会看一点点，知道说他在干嘛。可是药师少女很红哎、欸，那不是你会喜欢的动画。确实。最后题。请问我出配信什么时候？前阵子 FF 很忙，所以已经是在 FF 更以前这样子，然后是在动漫展之后，我猜应该是2月12号。爸爸，几号？1月2号。好，这么久啊？他根本不 care 自己的员工什么时候出配信，因为他连我的主题曲都不知道。确实，这是 OP 三。我最喜欢的异世界番是什么？那你几分？我看一下。啊，我3分。啊，那你不用，随便写。Reading。对啊。我们那时候工作室三个人都在玩同一款手游，是什么？吕林那个日版的那一款哎、欸，水都片要出了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偷工三，来我们看一下比分。来，左一是，哇，黑羽是3分获胜。对啊，五分，左一是五分。你听到这什么声音吗？黑羽说会赢哦，然后爆出的声音。耶！好啦，各位，看来我们荧幕还是要给左一的。今でも青が澄んでいる空。你是这个画面对不对？我居然知道你在讲哪一部。我的下游姐跳下来。好了，各位，那这个荧幕就送给卓一了。耶！没关系，我自己大不了再买一个。而且我觉得画面上，我觉得4K 实况上会有点困难，所以我觉得2K 对我来说刚刚好。对对，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详细资讯我都放在下方自己连接，大家都可以去看。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在下方订阅喜欢，然后可以订阅卓一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